就是我刚从那个什么都卖什么都坏，一点都不奇怪，还有那个买什么都比别人贵一倍的拍卖网站买的小宠物，怕它会跑出来哦，你帮我压着一下哦，我去撒泡尿顺便照照镜子，马上回来哦。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宠物啊？Oh my god！ 太好像肚子饿了耶。哎，这个店太新鲜的了。哈哈，我来了，我来了啊！我顺便帮他拿了两条香蕉，所以来得点啊！不好意思，你再等等啊，我先喂他一下哦。我快要吓死了，你还喂他吃香蕉？我香蕉你个巴拉！在里面一直自我安慰，这样也不是办法。